大家玩，大家新年好，我是老外。您现在收看的是1月2号的午间新闻。2024年的第一天，各医院都开心迎接元旦宝宝。不过，端看台湾的人口结构，已经连续3年负成长，出生率更是逐年下降。屏东大学推出了自主慕课计划，鼓励学生规划课程，自主营造学习的环境，也提升成效。校方是隆重的举办成果展。南投仁爱乡的中原部落是把赛德克族的岁时记忆结合地方的跨年活动，民众反应热烈，今年参与的人潮更胜往年。稍后一起来感受现场的氛围。一开始带您看到的是，今天是不少人2024年第一天的上班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呢？而这次的跨年元旦连续假期，很多的原乡部落都非常的热闹。我们就先从中部地区来看起。南投仁爱乡的中原部落是把赛德克族的岁时记忆结合了地方的跨年活动，民众反应是相当的热烈，而且呢，今年参与的人潮更胜往年。也因为大家这几年持续的热情参与，渐渐的也让这项活动成为了地方当上重要的盛事与在地特色。跟我一起倒数三秒。在6位部落猎人依序鸣枪祈福仪式之后，正式宣告中原部落一年一度的岁时祭跨年活动正式开始。每年12月31号是赛德克族岁时祭一日，为了让部落族人都能有时间参与祭典、学习传统文化，中原部落3年前就将岁时祭结合时下流行的跨年活动一起举办。那每一年的31号是国定的赛德克族的岁时祭仪，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农忙，所以这如果在年底的时间才能够去参与，所以这个时间大部分都是在于晚上。正正如我们的赛德克族的传统里边哈，就是我们收后祭完了之后，会经过所谓的火瞻仪式，火瞻祈福仪式，然后呢，火瞻祈福仪式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岁时祭，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拉德，然后就是那也就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又开始，算是我们的赛德克族的过年。以连办3年的中原部落赛德克族岁时祭结合跨年活动，活动经费甚至抽奖的奖品，大部分都是由部落家户募集而来。节目内容的安排都是主人发挥创意自行策划，由老到少大家轮番上台表演节目，无形中也透过这股力量将每位族人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其实大家对就是
自己民族的认同感越来越重了，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活动，所以大家亲朋好友都会来参与这样子。像今年很多都青年学子也都回来这样子，就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大家都蛮认同。我觉得就是在赛德克族里面有一个对于家族的一个重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响应这样的活动，支持大家，即便我不是在这边，土生土长这样子。赛德克族的岁时祭与现在所谓的过年或跨年有着相同的含义，因此中原部落将岁时祭结合跨年一起举办，不仅没有违和，还增添了特有的民族文化气氛，也吸引更多族人或民众前来共襄盛举，并成为中原部落每年岁时祭的特色。原视新闻漏南投仁爱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大家行的问题，在各界的关注下，台湾铁路管理局在这个当下是正式的走入历史，由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接下了继续服务国内运输的重要棒子。对于过去几次的列车意外事故，不少人是期待在转型之后，这些悲剧可以不要再上演。至于跟民众有最直接关系的就是票价的部分，会不会因为公司化而有所调涨？台铁董事长是表示会在演上。走过136个年头，台湾铁路管理局走入历史。今年元旦起，将以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国内铁路运输服务。新的一年翻新台铁篇章，提出安全宪章六大要点，落实安全使命，建立员工安全资讯及训练，恪守规章工作纪律，完善工作程序以防人为疏失，还有优化设备提升效能，以旅客生命安全为优先决策等等。台湾遭逢两次不幸的铁道事故，更加深台湾社会对台铁改革的期盼。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家属的支持，协助了台铁的组织转型以及安全改革。政府会继续协助台铁，以增进全民利益为目标，守护乘客的旅运安全，并且确保我们员工的权益。台铁全体同仁将会掌握此次转型改革的契机，运用公司的治理以及企业经营的优势条件，以安全、优质服务、创新思维为地基，全力达成确保安全、提升服务。安全宪章中也指出，不忘2018以及2021两次列车出轨事故，为确保行车安全的使命，台铁公司决心建构完善安全管理系统。对此，事故家属也喊话各界别再忽略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其实没有终点，但它也已经不能再等待，因为总统大选快到了嘛。但是我们都没有听到，就是任何的政见中有提到，就是他们对于台铁公司化之后的任何的期许跟蓝图。对，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能真的把安全这件事情放在心中，并不是公司化以后就等于安全，这只是一个起点。所以他们非常期待的是，杜威董事长能够带领着台铁做所谓的组织转型，能够透过组织的转型里面，把百年老店这个蛮憨的脚步变得是符合现代以及我们的安全需求的。然而台铁公司化后，除了安全的提升之外，台铁局先前的短期负债约有1700亿，也将移转给偿债基金偿还，预计现金流115年就能转亏为盈。而公司化后是否调整票价，台铁董事长则表示还在讨论。台铁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调整票价的方案，我们会在公司成立之初，我们确认把我们公司的安全跟服务做好，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会开始来研议。针对台铁企业工会号召员工春节休假，可能会冲击接下来春节的运输，杜威表示若有员工有相关建议，会召开会议共同协商。原视新闻砍造马耀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确实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保障与安全。另外来看到的是，屏东先前有一名孕妇突发脑部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状况，屏东基督教医院呢是透过跨团队的通力合作顺利治疗成功，现在母女都非常的平安，屏基也为这一家人举办了庆祝活动，场面温馨。屏基医疗团队以诗歌为平安出院的李家母女献上祝福，
一个多月前，怀孕33周的李太太因头部突然剧烈疼痛、头晕、全身瘫软，经两次转院送至平溪急诊室，检查发现病人有蜘蛛网膜下出血、脑室内出血、内颈动脉有颗0.9公分大的动脉瘤，情况相当危急。神经内科很快在第一时间就找我们好评估看看说他的动脉瘤的治疗方式，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孕妇，所以我们要评估的范围包括就是说他第一个他有可能在出血，那第二个是他的身体的状况，他如果说要接受治疗，他的小孩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治疗，那第三个是他的小孩的状况是不是要先生还是等之后处理好再生。平溪动员神经内外科、妇产科、小儿科、放射科等跨团队合作，采用神经介入方式进行脑部血管内治疗，无需开脑，只需用导管进到脑部动脉瘤位置，防止动脉瘤再出血，降低治疗过程的风险及加速病患恢复。在栓塞的过程，我们全程也是在帮助他，就是保护他的小孩，避免辐射线，然后整个小孩的胎心监测从头到尾都是在非常仔细的观察之下去做。那我们整个手术从诊断到治疗结束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尽量的去减少他麻醉的风险，然后尽量去减少麻醉的时间，减少手术的时间，那降低病人的风险，也降低小孩的风险。术后李太太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又因产检时被发现羊水过少，必须提早剖腹生产，所幸顺利产下女儿。女儿因为是早产儿，出生后由加护病房接手照顾，如今母女皆平安一起出院。真的谢谢一路以来医师不断的来会诊，然后观察老婆的状况，然后在这一路上其实很安心，那也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再次感谢平溪的所有医疗团队。李先生接连遭遇太太动脉瘤破裂、女儿早产，签收病危通知书，他形容过去的35天如同坐云霄飞车般起伏跌宕，在平溪跨团队抢救及照顾下，一家三口欢庆太太新生，女儿平安出院，平溪也特别举办欢庆会送上祝福。原是新闻歌手屏东市采访报道。真的是感恩的时刻，而2024年的第一天，各医院都开心迎接元旦宝宝。而端看我们的人口数据，台湾已经是连续3年负成长了，当然出生率也是逐年在下降。而有妇产科的医师就预估，去年的新生儿人数恐怕再创新低，可能不到13万人。但不管如何，元旦的当天还是有不少新生儿来报到，让新手爸妈倍感兴奋。抱着刚出生的宝贝儿子，妈妈笑得好开心。27岁的郑小姐原本预产期是在1月中旬，没想到1号凌晨突然羊水破了，紧急到医院之后5点多自然产，顺利生下第一胎，也意外成为元旦宝宝。就还蛮兴奋的吧，就当时也没有想过，能生到元旦宝宝，对啊，就还蛮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2024年的第一天，各地的医院都喜迎元旦宝宝。因为台湾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而且出生率逐年下降。根据内政部的统计，2020年新生儿人数有16.5万多，但是到了2022年，新生儿仅有13.8万多，创下历史新低。有妇产科医师预估，去年2023年的出生人数恐怕再探低点，不到13万人，甚至今年龙年的出生率也不太乐观。很多人就是说我计划我明年要生啊，就开始很兴奋啊，是龙年啊，然后或者是我们整间看到的产妇会变得来做产检的会比较多啊，可是目前看起来都跟平常差不多。而根据统计，到1号下午5点为止，台大医院和3种分别有5个元旦宝宝诞生，国泰医院有4个，北四联医有3个，台北长庚医院有2个，台安和星光医院各有1个。医师表示，少子化已经成为国安危机，现代年轻夫妻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主要原因，还是跟经济整体育儿环境有关。原视新闻综合报道。而说到了大家的健康，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在金管会宣示检讨之后，是造成了一波强买风潮，这也导致了许多的业者纷纷停售。现在还传出包括了重大伤病险还有储蓄险等等的商品也受到了影响。
仔细核对资料并确认每个栏位都没有错误，元旦连假的最后一天，不少保险业务员仍进到办公室来加班处理这一波实支实付医疗险强百操，如今传出可能会波及扩大到重大伤病险、储蓄险等等相关保险商品，对民众比较有保障的保单都停卖，那你以后叫民众都不用生病了。如果说我自己在有能力的状况下，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多一些保障啊。可是如果你现在限制了我的保障，我觉得这样不合理。有保险经纪人就说，这回金管会将实支实付医疗险回归损害填补精神，也牵动业者陆续开始因为风险控管而调整各项保单，包括意外伤害险、储蓄险、长照险、重大伤病险等等。业者担心商品热卖，未来理赔不完。另外，金管会已从元旦起调高新台币、澳币、欧元以及美元共四种币别保单新契约责任准备金利率，因此也让不少储蓄险类型的商品停卖，改版设计新商品。过去台湾整个疫情期间，整个医疗的费用、支出、理赔金额都是创高的。那如果未来的部分，像所谓的防癌险、重大伤病险、医疗险、终身医疗，这些都可能会因为这几个项目而做所有所调整，而整个费率表都会全部更新。保险经纪人表示，若未来的医疗险回归损害填补原则，全部要正本理赔，民众在规划保险时可能要有一次购主的观念，又或是调整理财规划，以家庭成员数为理财基础，以免一人生病家庭财务陷入困境。原视新闻综合报道。而说到了理财，现在网络上是出现了外币兑换的社团，提供网友私下交易，但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依照银行法的规定，非银行是不能进行汇兑的，而这样的行为是已经明显的触法，最终会罚10年的刑期。而现在银行局也提醒，私下换钱的风险很高，除了可能有假钞，钱的来源也是一项隐忧。店内摆满账本，收出大笔现金。南投这间小吃店提供换汇服务，半年换兑金额高达1.3亿元。警方集结攻坚台北这处据点，犯罪集团租下，从事地下汇兑这类行为涉及不法，大多背地偷偷来。但社群平台上现在却出现外币兑换社团，脸书打上关键字换币社团划不完，日元、美金、人民币通通能换到。民众出国玩多少有换钱需求，要是网络相约私下交易，不是透过银行，难道没问题？有时候我的朋友啊什么，他们要回台湾，他也说那我跟你换一下，倒是我不认为它是不合法了。如果把它变成商业用途，那可能就不见得，也许不见得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跟那种公股行库或是银行的话，换的那个真伪性也是一个问题啊，是比较倾向就是可以收手续费没关系。私下换外币，比起银行公告牌价有更好汇率，又能省下手续费。只是银行局提醒，非银行单位不能进行汇兑，破除汇兑讯息者就可能触法。疫情节轻重，最终面临银行法的10年刑期，得并科最高2亿元罚金。你如果只是亲友之间哦，朋友之间小额的兑换，或许不至于到违反银行法。但是对象如果已经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话，就有可能构成。这类兑换只对卖方处罚，但银行局表示，买到的外币假钞风险高，来源也是隐忧。虽然用等值的钱能换到更多外币，不过一时贪小便宜，可能沦为洗钱帮凶，可就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原视新闻综合报道。好，最后带您看到的是2024年的元旦副总统辩论会登场，三位候选人在两岸关系、能源、核废议题是纷纷提出看法，而且炮火更加猛烈。我该出国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时代对话》Podcast。那历经了2年多的筹备之后呢？终于迈出了泰雅族民族教育课程纲要发展计划的第一步。我是 Umas， 带您掌握今天一周的原住民族重点时事。如果你呢有任何的一些回馈，或者是有一些想讨论的议题呢，可以在世代对话的脸书或者是 Podcast 的下方评论区来告诉我们。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代对话 Podcast， 我是周族的达尼布。那节目一开始呢，先带您一起掌握本周原住民族的焦点时事。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库蒂夫。
世代办公处报告，世代办公处报告。邀请您收看每周三晚间十点首播的《人事世代对话》。这些诈骗集团。以前听人家说买塔位可以增值，我就当作是一种投资。这是我上次提到的白副总，大约有介绍买家跟我见面，那个先生就鼓励我说多买一些神品牌骨灰坛，差不多1000多万。过一段时间突然就打电话说买家不买，我才跟他说我被骗了，都是一场空。新闻的现场继续带您看到的是跨完年之后，对我们即将在2024年1月13号登场的总统立委选举候选人来说，选情是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元旦的当天，副总统候选人第四场的电视辩论会也在大家迎接新年的那一天开始。三位候选人在两岸关系以及能源还有核废议题是纷纷提出看法，而且炮火更加的猛烈。三个人交锋是不手软，而且拳拳打在痛点上。当然，在争取选民支持的部分，各候选人也不断地寻求选民的认可，喊话把票投给自己。2024年元旦，副总统辩论会登场，交叉诘问环节炮火连连。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率先发问，针对核能政策，蓝白重申重启核四，反问新建核电厂以及核废料该如何处置。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能源政策哈！天然气多贵啊，便宜的核电不用。那你现在问我说，将来要放在哪里？美国放哪里，我们就放哪里嘛。美国现在在地下掩埋嘛，挖深以后把它强固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嘛。针对民进党2025年非核家园政策，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肯认这样的国际趋势，但不要把废核家园当作意识形态操作。但是再生能源的稳健发展，不能是决于这个2025年非核家园会这个强制用停用核电来强迫风电、光电快速发展，这样子衍生了一大堆弊案，同时破坏环境。面对对手炮轰，国内可能面对缺电危机，萧美琴回应国内不缺电，且国内备转容量率逐年提升，台电网站资讯透明公开，民众都可以上网查询。停电跟缺电是两回事，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强化我们电网的韧性。除此之外，资讯的安全、资安，包括美国在内，曾经有能源管线被骇客入侵，我们也要重视我们数位环境的安全，确保整体基础建设的韧性。此外，针对国内 AI 产业发展，吴欣盈是提出推动电子签章法，强化资讯安全，保障侨胞的不在籍投票权益。对此，萧美琴则以资安保障的前提下推动，而赵少康则没有正面回应。原视新闻，感谢马耀、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好，2024总统立委选战现在倒数进入11天的时间，前进国会原事制作的原住民族立委候选人特别报道，持续要带大家来认识跟看看各个候选人的政见理念。而这个阶段，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两位平地原住民立委的候选人，一位是陈莹，另外一位只是第一次挑战立委席次的高美珠。卑南族的陈莹这一次持续代表民进党来角逐连任。陈莹对台东的县民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尤其是他的父亲陈建年过去是当过台东县的县长，而且到目前为止陈建年也是唯一一位原住民的台东县长。而且就先前的记录，陈莹在上一届是以2.5万多张的票顺利的连任成功。这一次要再拼连任，陈莹团队表示是
比较不担心的也显得信心十足。而陈莹的这一股粉红旋风会不会再一次的让他成功问鼎立委的席次，就得看看他请跑地方的选民服务是不是真的能打动选民的心。一向未来一向未来陈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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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红旗帜大军现身台北市选委会前的空地，立委陈莹来了，正式要迎战连任之路。一向未来旗子粉的 T 恤、袖套，甚至设计过的背心都是粉粉粉。踏入政坛就得让选民留下深刻印象，但就如颜色会带给人不同印象，陈莹从以前就是披上绿营战袍，多年来如何挺进被民进党视为艰困的原民选区，陈莹向选民说出了他一直抱持的信念价值。一样的，这几十年来你们来找我协助的时候，我只问你们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叫什么名字，第二个是你的电话号码几号，我不会管你是什么族，我也不会去在乎说你是什么党的。他帮我们争取申请了两年，在2020的时候就申请到，真的很感谢他，因为这一路上花了两年的时间。像是登记参选的这一天，还有过去曾受陈莹团队协助的族人，拿着好不容易拿到的土地权状北上支持，他就马上答应就帮我们开始工作，然后去开始作业，这样子，哎，是这样。真的很感谢他们了，花了两年这样子。陈莹团队过去协助不少族人取回原保地，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成绩之一。今年参选，他更承诺要将拿回的土地进一步发挥。我们也都要盘点，看看它的土壤、它的气候是不是适合来种植一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甚至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我们过去祖先的传统智慧，像我们的传统草药。首要目标先是将原保地能顺利符合贷款资格，但陈莹强调，除了经济产业，孩子的教育、族人的健康更是重中之重。过往推动劳工权益以及原住民族健康法的基础之上，陈莹又再端政见牛肉。我们未来要推动巡回的健检，让他有机会提早预防胜于治疗，因为我希望我们的族人都可以健康。另外还要推动原住民购物专案，并提高贷款成数，以及族语发展 AI 化，数位典藏原民艺文及人物，还要保障体育协会原民里监事名额。政见牛肉上好上满，其实从陈莹脸书的直播当中就可以发现关联。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花莲县立棒球场。那今天的活动呢，是第30届的原棒协的光怀杯的棒球比赛。看一下现场这么多人，我要怎么把镜头转过去的？无论是出席长辈健康操比赛，还是关怀杯，陈莹的直播都记录着长期关注的议题，甚至也会透过直播推销原乡农特产品，而这也顺势将陈莹的网络空战推向新里程。分享关注议题，也无意间记录了他私下与民众的互动样貌，戴上假发逗得姨娜们哈哈大笑，替激烈选战增添温情，也在直播中分享这次选战小物守护成立面膜，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不过这次与陈莹同样来自台东的立委参选人占多数，要如何突围？陈莹则说，那认真工作，一步一脚印，好，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他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这都是与团队一点一滴所累积的成果。粉红旋风席卷选战，陈莹有信心再度迎向国会。原视新闻阿斯乌溜迪布鲁安台北新北桃园采访报道。
要力拼进国会的另外同样也是有出身台东的女力阿美族的高美竹，过去曾担任过县内的县议员，但很可惜的是在上一次的议员选战中是中箭落马。不过失利之后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是转往更大的政治舞台，也就是投入这一次的立委选战。同时身为国民党的他，因为执意参选的关系，所以他只能退出国民党，以无党籍的身份出来打选战。虽然他在地方上已经累积了一定的人脉，但对他来说，像在其他的县市的话，他就少了现任立委的优势，不管是知名度又或者是能见度，再加上又或者是庄脚的资源上，现在在他努力冲选战的当下，能不能唤起选民对于立法院内不能缺少台东阿美族立委这样的一个席次的共识，就得看看他的选战策略奏不奏效。大美族当选，大美族当选，美族美族美族当选当选当选。我在哪里？在支持者的簇拥高喊当选下，正式挑战2024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高美竹是台东县长滨乡人，曾在乡公所任职，担任过乡民代表，两届的台东县议员，在未获得国民党提名下坚持固守台东县，43年来都有平地原住民立委的席次，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第11届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接力后那至于我为什么要会执意要出来，因为那个本身就在我政治的生涯里面早就有规划。如果一个人没有规划，怎么会大放胆这次要去选立法委员？那既然我已经有这样子的规划，我就会全力以赴，然后为我们各个角落我们自己的族人。来好给大家来好，首先要恭喜我们所有原住民的文件站哦。选战进入到白热化，在没有政党的傲言下，高美竹请跑部落、都会区等，把握跟族人见面的机会，并跟族人一一握手请托。高美竹也特别善用社群网络为自己宣传，所到之处用手机录影拍照，并上传到社群网络上。除了网际网络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一步一脚印，然后广发自己的最好的一面，然后不停地去各社区拜访啦，然后到各地方拜访，这是一定要的。因为如果你不一步一脚印的话，人家也不会认识你。没有人说我要去认识你，是我要去真正去认识我的族人。高美竹常年在台东生根，他表示非常了解在地乡亲的需求，担任县议员期间更勤跑都会区跟族人见面，全国各地部落累积不少人脉，奠定了个人生活的民意基础。kalau orang anumi tahu cakap pesawat kunya cie sungi, apa nak itu umanan kami hanan, umanan kami hai anu fakih, nufai atau ama atau ina, usari kakai, apa nak apa ini cie sungi, anu amisilai, ucima okia ko mami repel to kapana ila to.Tunu amis tunu lain lain no tajau no amis, orang negu mak mesti ingat tu tajau ni ni sungi. 我觉得他的从政的人格特质啊，特别的亲切，尤其选民需要他服务的地方，他总是在很重要的时刻点，甚至即刻就会到那个点去帮助所需要的选民，所以我对他的一个热忱被感动了。高美竹坚持守护传承台东不迁徙的理念，坚决参选2024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并特别提出安居乐业，让年轻人安心在外工作，年长者在部落备受照顾，教育无界，偏乡教育资源要跟都会区平等等4大主轴的政见。其实我有九大项的那个证件哈，那我这边大概会陆陆续续抛上网。那我就说有4大主轴，我希望我能够帮到我们的族人，不管是经济也好，教育也好，文创也好，体育也好，居住环境也好，我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美竹会为大家服务的。平地原住民立委从第1届到目前第10届，历经43年。
台东阿美族人从未缺席过立委席次，高美族表示，这不只是阿美族人的使命跟荣耀，也已经成为守护族人的传承跟责任。这一次选举，台东在地的阿美族人绝对不能缺席。原视新闻访问了台东市，采访报道。广州带您看到的是，今年开始就要恢复一年制的义务役役期了。役男入伍之后，就会先接受新兵训练的震撼教育。小方式让老同学教教你。从木仔回来都送到女孩子家里，会有一个男生对着我唱《我喜欢你》，写国话，他会让我纾解很大的压力。开始竞标，请出价，这样子。交叉交叉，我们的第一名，树林站这边的第一名。我们的森林警察的职责啊，就会有带把肚子的了，哦，就是有就可以抓人了。然后他当官那个，直接喊你看有没有破坏啦，听听看了、啊、看了、啊，你打乱看了、啊，我看看森林看有没有被破坏的，然后配合那个林业署的护管员去。山上的猎哈，去巡视那个我们的猎哈。早期的时候，这边是一片的那个海洋啦，哦，海洋啊，海洋啦，然后就有那个一对的兄妹，然后摩哈尼啦漂流到这边。啊，每次来看他，就是一种不同的感动哈。那我是希望我们的祖先圣地啊。希望能够每一个山友上来能够做到庇佑了。干嘛不啊？就阿拉斯五哥啊，也是不要乱丢垃圾，守护山林。继续要带您看到的是，今年开始国内就要恢复一年制的义务役役期了。役男入伍之后呢，就会接受一连串新兵训练的震撼教育，当中就包含了机枪不间断射击、空包弹，还有 TNT 炸药实施爆炸。而国军是表示，除了要验证新兵的战斗技能之外，也要让他们同步体验战场的情况。包含汉光演习的实弹演练，就是为了提升国军心理素质，验证精实验兵成效。而今年开始恢复一年制义务役，民国94年次以后役男入伍，将接受新兵训练震撼教育。炸弹在旁边先炸一下，就是不会受伤那一种，可能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应对。哪天真的战争来的话，那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有那种经验可以去应对。国军表示，除了要验证完整入伍训练的新兵的战斗技能、状况处置，也要同步体验战场情况。在演练期间，采用射击机枪空包弹和数枚的 TNT 炸药，用来模拟战场上的真实环境，也在提升他战场的抗压性和心理素质。义务役新兵震撼教育包含训场内设置土堤、高半网等9处站点验证，也将配置机枪不间断射击空包弹，还会有数波 TNT 炸药实施爆炸，就是要模拟战场景况。学者分析，震撼教育有助新兵加速适应由民转军的训练过程，验证基本战技，也考验心智。枪声、炮声啊，或者是那个爆炸的声音等等，然后让他们实际有这样子的心理的体验。训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那实际上，那个接近战场的一些那个这个训练，像射击的时候的那些行进训练啊，变换那个阵地啊等等。
不过由于义务役疫情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加上现阶段规定军人非战时犯罪不受军法审判，外界担忧部队暴行犯上抗命逃兵等发生几率提高。国防部表示已配合座谈时机，请检察官严肃看待暴行抗命跟聚众斗殴等破坏军纪案件，针对严重影响部队的案件将速查严办，申请法院从重量刑。原视新闻综合报道。另外，想让下一代的生活环境更好，同时也要加强校园烟品跟电子烟防治的措施，国建署是跟专家学者合作编制了一套国小学生烟害防治的教材教学包，在课堂上进行宣导，也从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学生从青春期就能懂得拒烟。烟害防治修法通过，为了加强校园内烟品与电子烟的防治措施，培养国小学童烟害防治知识，国建署携手学者推出烟害防治教材。基层教师就透露，学校的卫生教育常被牺牲，透过教材能让学生轻松学习。他会从我们先认识电子烟开始，然后认识电子烟之后，开始教你怎么样拒绝电子烟。你先认识，然后拒绝，然后再如何去倡议。现在十二年国教是认知、情意、技能，它都有一个行为，就是要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要落实我们的素养导向教学，结合我们北中南东的一个辅导团的老师，大家一起来开发这样的教材，那是希望它好用，那又能够有效，最主要就是提供我们老师们有一个比较实用，那随时可用，那也可以吸引学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材了哈。国建署也调查国人吸烟状况，第一次尝试吸烟年龄在十二岁以前占了6.7%，但好消息是，据国建署近20年的统计指出，青少年抽纸烟的状况，高中值是下降了7.2%，而国中生则下降2.2%。然而在电子烟的使用上，高中值则上升8.8%，国中生则上升3.9%，显示青年的烟害防治仍然不可轻忽。对电子烟的这个效果，也许在学生族群里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然后能够让学生知道，其实电子烟也是一种烟品。使用电子烟之后，或者使用烟品，其实它影响孩子的大脑生长发育，另外就是气喘的发生的比率会增加大概2.36倍哈，那所以孩子缺课的比率就增加，也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哦。透过图卡、桌游等方式提供教学互动，跳脱照本宣科的微教模式，从情境中让学生换位思考，培养同理心，建构健全的烟害防治知识，让孩子的青春从拒烟开始。原视新闻改造麦要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而我们进一步谈到培养年轻人的自主学习以及跨领域的能力，屏东大学是第一次推出了慕课的计划，鼓励学生规划课程，自主营造学习的环境来提升学习的成效。先前校方是举办了成果展。屏大推出自主慕课计划，从课程内容到讲师名单，由学校补助50,000元经费，学生提案并自行决定，首次推出受理7案，有5案通过，其中咖啡鉴赏、咖啡学与手冲咖啡实物操作课、韩国语言与文化探索课程，安排以实作及闯关游戏，邀师生一起来体验。这样的上课啊，你就可以规划自己的弹性的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含跨域跨啊，我们不同的学习的领域的方向，是就是一个让学生可以有好。对未来自己的规划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我们对韩国的文化很有兴趣，所以呢，就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一起筹备了这门课程。第一堂课开始呢，我们是从韩文的40音开始，因为我们觉得要认识一个国家，也得先从他的语言开始。慕课计划执行过程中，学生可培养沟通能力及学习跨领域能力，更能透过此计划体验自主学习的快乐与成就感。这个自主慕课的计划，其实我们已经正在进行中。那我们要做的是泰雅族的传统钩织。那其实学校有开一些传统工艺的课程，但是就比较少看到有关泰雅族的一些技艺的课程，所以呢，我就邀了几个泰雅族的同学来一起提案。那我们可能预计在下学期会开成这个
泰尔族公资的课程，然后我们跟老师都很期待。我们的课程学院的话，组成总共是跨了四个学院，十一个系所。那我们课程当中还有一个是分组讨论的部分，那从中的话就可以看到彼此因为来自不同的系所背景知识的差异等等，所以会看到彼此思维的会产生一些基因，就是碰撞的火花吧。我觉得慕课很有意义的是同学他的那个学习动机很强，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学这个东西，所以然后他们的师资他们自己来邀约自己设计安排，我就把这个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之后，他们就展现他们的积极跟动力。平大表示这种慕课可以强化学生学习动力，让参与学生交流不同角度的想法，促进合作沟通能力，这都是培养未来踏入职场的竞争力。第一次慕课学生就展现令人惊艳的成果，学校将继续推动第二次自主慕课，欢迎学生提案启发自主学习能力。袁世雄的社评论室采访不到。好，相信在地方上还是有不少人是延续跨年或者是元旦的热情，而说到了升旗典礼是处处在办，这个阶段我们继续留在南台湾。屏东的潮州镇延续过去就会举行元旦升旗典礼的仪式，不仅大人小朋友会一起做健康操展现新年一开始的活力，活动中也邀请了台湾族的声乐老师演唱有着族群色彩的国歌，展现多元族群的共存共荣。元旦升旗典礼，屏东潮州镇特别邀请台湾族声乐老师胡代明演唱国歌，结合原住民族曲调及语言，表现潮州多元族群共存共荣。潮州国小操场聚集来自21个里的长辈、家长、大小朋友，超过1000人来参加。在歌声中，大家开心的手舞足蹈，相当热闹。很开心今天可以跟老师来到屏东潮州的国小，然后来一起领唱国歌。升旗典礼，然后还带着大家一起跳老师的专辑曲。16组的问候语都不一样，那当然用纳鲁安的方式，就像我们去夏威夷一样 ，Aloha 这种的方式向大家问候。那祝福今年龙年行大运，也祝福在场我们所有潮州镇的镇民，大家一切平安、健康、快乐。千人千走开跑。潮州镇维持过去传统，升旗典礼结束随即健走起步，长辈即使骑着电动车也要共襄盛举，一起用运动为新的一年送上健康的祝福。每天要走1万步哦，啊，我就把它想着说我们就日行万步，那健康起步哦，希望我们借由今天的活动，我们政府所的用心，我们代表的关心哦，我们一起走出健康，走出幸福。潮州过去是原汉客各族群以物易物的据点，后来聚集而成聚落，再到现在的市镇，镇公所每年以不同方式呈现在地特色，期待每个族群一起打拼，创造繁荣精彩的一年。林希文巴朗，屏东潮州抢不到。也是热闹的画面，迎接2024年元旦的曙光，台东的乡镇也展现健康活力，像是成功镇公所也举办了健走迎曙光的活动，参与的民众脸上是充满着欢笑，展开这新年的第一天。2024元旦清晨6点，成功镇2024元旦健走日出成功牵手迎曙光活动特别举行升旗典礼，随后参加的民众从成功国小出发，经海滨公园、东17线进行到终点站三仙台风景区停车场，全程距离约4公里，50分钟。啊，这个来都那我都说阿拉拉伊，在这个毛马尼尼买等阿伊山来过阿拉等阿哥。啊，在个新老。新老外多，哎，我那个对发是带去啦，新老带。空气很好，而且那个走起来比较健康了，哎，而且有运动，这样是很好。但是我们年纪大的话，都是走一段路就差不多很累了啦，就要休息了。啊，年轻的都没有问题了，年轻的都可以走到底了。2024元旦健走日出成功牵手迎曙光活动，成功镇公所首次办理。
吸引超过600名乡亲及游客报名参加。镇长表示，希望透过活动吸引人潮，创造成功镇的商机。那希望说一年的开始也是好的开始，那希望从成功起航，然后可以迈向成功，可以让我们今年2024年可以带来更多的商机，让游客可以进来。成功镇牵手银树光建筑活动，沿途可以探望太平洋、七辉渔港，走到终点站更可以欣赏三仙台的美景。不过元旦清晨因东北季风，东海岸呈现阴雨的天气，曙光并未乍现。原视新闻访问了台东成功采访报道。楼高的国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生活说祖语在原市开课咯。实用的上课用语，物品的买卖与借还，探访亲友，交通天气等对话，让你在日常中说祖语就是那么简单。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5点30分，请锁定生活说祖语。我们投票选出的这些立委们在立法院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吗？立法院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等国家其他重要事项的职责。另外，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行政院长或者中央各部会的长官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新闻报道，这也是立委行使监督行政部门的过程哦。那谁来监督立委呢？就是选出立委的所有选民们。你投票支持的立委提了哪些法案，进度又是如何？你可以到立法院的官网点选议案查询，里面就可以查到各种在立法院的记录。如果你还想知道这届原住民立委选举提出了哪些政策，那你一定要到原视新闻制作的原住民立委政见发表特别节目。你还知道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挥监督立委的功能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入夜之后的天气预测，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最低温14度，高温是只有21度。太武来跟春日最低温12度，高温21度。三里门雾台跟马家最低温降到了11度，而高温也是只有21度。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个位数4度，地点是在桃园，而高温是只有19度。嘉义达里山温度是落在6到17度之间。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2度，地点是在信义，而高温是只有17度。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7到16度之间，多云的天气形态。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0度，地点是在南庄，而高温是只有15度。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4度，地点是在坚实，而高温是只有16度。北部地区来跟复兴最低温9度，高温15度，留意短暂的雨势。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9度，高温是只有18度。花莲的部分新城、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16度，高温20度。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0度，高温是只有20度。寿丰跟丰滨最低温14度，高温20度。凤林、光复跟瑞穗最低温15度，高温19度。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2度，地点是在卓溪，而高温是只有18度。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16度，而高温是20度。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9度，地点是在海端，而高温18度。
鹿野、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14度，高温21度。南回地区最低温12度，地点是在金峰，而高温21度。亚美达物种的蓝雨温度是落在20到21度之间，多云的天气形态。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最低温12度，高温是只有18度。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入夜之后的温度都还是偏凉冷的，大家保暖的工作务必要做好。而在高海拔的山区部落，族人这保暖的工作也一定要做得确实。而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或者是建议，欢迎拨打原始的客服专线。感谢您的收看，再次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是老外，再会。战争的历史情节，罗密欧事件呢，引起1862。